东达山垭口，现在下起了雪，雪还挺大的。我看见了一位勇士啊，我准备去采访一下他。就后面看到吗？后面在雪地里面搭帐篷。兄弟，你在雪地里面搭帐篷能不能啊？不能。哇，你是厉害啊！你是不能有睡袋？有睡袋是吧？啊，有羽绒睡袋吗？啊，有羽绒睡袋吗？有羽绒睡袋。哦，那还好啊。哇，我这一路下来看到你一个帐篷，我惊呆了。你从哪边过来的？我从那个拉萨过来的。从拉萨哦、啊、你现在一直往那个成都方向走是吗？往那个什么，往那个214，往那个什么，往那个云南。哦，往云南去是吧？对。哦，吃过饭了吗？吃完了。吃完了好啊。谢谢啊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哎，好，再见啊，一路顺风。多舍不得你，每一个未来都有人在。